前卫科技感的大楼就是位在广州大陆最大家电商美的集团总部附近，步行不到20分钟就是创办人何享健的别墅豪宅。豪宅外头，警方聚集守候，气氛有点紧张。当地公安13号傍晚接获通报，美的集团创办人何享健在这家别墅内遭数名歹徒闯入，以爆裂物挟持。根据路媒指出，儿子何建峰趁机逃出，从别墅旁的河流游泳到对岸报警。警方派出上百名员警包围豪宅。美的早在今天40年，这个世界第一大的家电企业。美的集团是大陆的电器龙头，集团市值4000多亿人民币，合台币约1.7兆。创办人何享健身家也高达约7500亿新台币，是大陆的第六大富豪，作风相当低调，平常也没聘过保镖，就会经常遭到挟持。当地公安方表示，已抓到5名涉案嫌疑人，而事主平安。美的集团转发说，感谢公安，感谢媒体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。这个名誉其实也是美的，也是顺德。离不开政府创造这个环境，所以没有你们创造这个环境，我又没有这个机会做出的成绩，我要继续努力多做贡献，承担社会的责任。千亿富豪遭挟持，好在儿子机警，警方及时到场，曾将歹徒一一压制，化解危机。 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网上看新闻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